稍等。浩明在不在？我就是。喂，你好，请问店童在吗？他去商店了，您哪位？我是他的朋友浩明，请他给我回电话。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13601237445。时，如想询问对方是谁，常说“您哪位”或“您哪”，很少说“你是谁”。我们最好不要说“你是谁”，要记得哦。那询问对方电话号码的时候，我们也常说“你的电话是多少”，也不说“你的电话是什么”。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